咱们挑战2分钟改这个变压箱，看能不能成功。计时开始，直接先把这个先整开。把它卷一下，全程没有剪辑，没有快进啊，没有删减。把这边也卷上去。加入焊锡，下边也焊一下。然后把这两个拆掉。用镊子也行，用这个尖锐的东西也行啊。这边，热缩管。这是一这个加厚的带胶的热熔管，缩完就比较厚，缩一下。加点焊锡。这次我感觉不太顺利啊，这个有点儿。整一下行，这边也要整一下行，然后加到一块儿。加热，电料铁用的是400度啊，这有点不完美，再加点焊锡，再加一下，加扁一下，不然放不进去，这下应该是可以了，然后。还没完，把这些银角上这个焊锡得给脱下来，不然不好装。好了，这个装进去是正好的啊，还没有焊接。看来时间3分06秒，2分钟是失败了。这个很多人问我这个台钳，台钳你淘宝上搜有的，这是4寸的，大小是4寸的，然后用的电烙铁，电烙铁橱窗里有，这个头呢用的是大马蹄，其实用这个刀头啊也是没问题的啊，刀头拆这个变压器完全没问题。这个电烙铁功能很多，想了解参数的可以到抖音学强维修的橱窗里看一下详细参数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